平安快乐，谢谢。出门去。哦，欢迎院长阿良，哦，带你录音站组的，哦，咱伫遮嘛真感谢因，哦。啊，咱即届，咱即届也外礼拜吼，是市容主办的，哦，所以咱伫遮特别来感谢市容执事，啊，佮有民政啊、信乐啦吼，因大家拢有在协助，啊，所以咱即届咱也外礼拜。 那么真感谢因吼，那么真感谢咱大家兄弟，啊个一挂好朋友吼，大家亲戚朋友吼，大家。季叔啊，季叔谢谢。哇，家伙，我这边挂了，我这边挂了，我这边挂了，太辛苦了。 哦，那个摄影的哦，很有那个龙呀，那我照。我一手之天随处。哈哈哈哈哈！谢谢，想要去的哦。对啊，想要。这一次的那个圣诞灯的布置就是。哎呀，感恩感恩感恩。这个好大呀。哦，谢谢。 那图书啊，这里，啊，这都一样，哈哈哈哈哈，那都一样，这都一样，嗯，这条都是，我买回来的，枕头条，小红书枕头条，我找他们弄，让他们弄的，啊，你很新哦，哈哈哈哈哈，耶，大家好。 赞哦赞哦，这个炸鱼啊来哦，就刚好就钓鱼啊喽。哇，那我都跟班的。 不要无人了，还有一个在车上。环境，愿意这一次我们让今天在这里受到主你自己受祝的福分，以及求圣灵可以来我们每一个人讲话，让我们在你当中所得到主你自己你自己的带领，享受你自己的恩典，祷告。 我们在这里愿你，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，也赐福在我们中间。
体验。真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，使我有永生的盼望。愿你今天透过牧师的口赐下你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生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喂养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接下来圣经。记得和工人赏银一天一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约在四出出去，看见市上还有钱账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”他们也进去了。约在五正和申出和出去，也是这样去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人说。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，从工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这里这礼拜有没有得到？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敬拜神，敬拜神，神就给。问题就在于每一个人的速度不一样哦。在这里不一定，我们有一些人啊，他刚信主之后呢，他就非常的热心，就算第一个进去，他这个很努力的工作，很热心。你们刚好了，哎，就一滴水不来劲哈，所以来温枪。哦，哎，对，五油素今年好像比较少开一点点啦。五油素，哎，垦丁大街，加码也塞好小朋友，哎，但是我们的地理位置啦，哈，哎，所以等一下可以玩吗？可以呀，像不像女孩子？别过来混，你得碰混。啊，因为。有吗？有花粉在上面。好，请小心哦，因为有的有点像那个把它成熟的。你们觉得哪一种气味？哎，这个叫做地轮桃。樱桃，整个都可以吃。香不香？哎，多香哦！哦，真的。香味的，香。香。你要看小梁啊，你欢喜高兴啊！你要让你欣赏，今天让老师欣赏，你也看。哎，这个，过年的天还真倒霉。真的啊！哎，那么棒，好棒啊！好棒哦！过年啊，乖，以前都没做。拢习惯了，所以就讲。金色的。叫做圆圆，哈，对对对对，
当作捧起来。哦哟，我看这是真正。哎，我马上这是阿姨啊，这阿姨的。无啦，饥饿的饿啦。饥饿的饿。哦。我讲啊，只有真正的鳄鱼哈，南龙尾当卡到家啦。溅起水花呢。来，总站在这里，来，站小站站，站点这边来，站点这边来。来，我们欢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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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不要手丢，全部丢，不要一颗一颗的，一颗一颗的太慢了。哦，安尼有了解无？因为咱等下吼，等落去的时阵吼，我的鱼会吐起来。嘿，啊，你饲料太少就没办法。三条。你看，一刹那就没了哈。简称为鳄鱼哈，嘿，有须须的哈，有胡须的，啊来，我快点，还有鲈鱼，嘿，那个就是头鲨哈，啊来，你那快点哈，那个锦鲤鱼哈，啊来，我快点哈，来，我在哭咩，来，麻烦姐，咱等下再拍照。白了哥，哎，你那边可能照不到，过这边来。
后面的那一二三站，阿来阿来。哎，香茅油哈，香茅油。哦，香茅油。哎，香茅油来。他不有帮啊？哎，对。来。香茅油在汤。好，我们不相对了，因为这个是金牛嘞哈。哦，应该能够。桂花蜜蜂，他很有心，早上。哎，你刚刚没有你吹着喽，快点吹喽，快去吹啦！啊，忙，吹啦！要跟你们走才对。靠右走，然后偶尔要靠左走，就出关了。哎，出去了。对啊。它没有开花，开花一定更香。有一种香，啊，唔讲吼，有一部歹就是安怎呢？阮的桂花开花时阵多啊好，所以嘛咧开花。您看咧，啊，你相信无？哎，等，还可以哈，体力还可以啦哈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，安尼行会出来啦，很棒。到今天了，我们到哪里去？那边比较漂亮啦。你等他，对。阿德，我你去。我你，阿秀，你来。好来，来，他他站着高点。哦，在用呢，哦。来，好，一二三，二百三，来，好，再来，隧道，森林隧道。南台湾的原住民肉豆蔻，哎，肉豆蔻，我们来吃。看一下，你来要吃了，地上来啊，你看。有人要喂吗？都有人要吃。长高了，它不像鸡，鸡会感动啊！对，有人要吃，我喂鸭子的哈。了解的都知道，半头龙都懂啦。我说他是故意的。幸福满满。没有必要冒。啊。回城了啦，不用再走了啦。那你们就可以到吼那个环山步道去走一走吼。哎，阿爸走了，阿爸你看到早早餐多好。哎，回来喽，换。感谢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谢谢。谢谢啊，我是甜的，无人。哎，好像后面没人了。来。祝你继续领导带领，我们就做到。啊，同时，我们今日做领导的，我们团队也全部分做归来。祝你指导，感谢你，感谢。
前面哦，不要特写，不要特写，来，大家喊个口令嘛，来。准哦，怪准了。不会香，香味都锁在花蕊里面。那有一株蝴蝶兰会香，哎，都没有开花，只有今年才开，在哪里？所以你们很幸运哦，在这里。这一盆，它也是蝴蝶的时候就去到了日本，参加世界兰展的比赛，有的花从花农那边送来到这边已经24年了呢。特别。全世界只有在非洲马达加斯加才有的蜜蜂去做授粉的动作，它才会开花。那它开了花，然后各位贵宾就跟着我今天进里面来喽，来看这个比赛型的兰花。来，这款兰花就是我要甲各位介绍的，有水无？好肥肥，弟弟，你们这个做豆豆都肥歪。好来，比赛型的兰花看三个重点，哪三个？第一个。台湾人是不是喜欢大？所以每一朵花直径要10公分以上才可以去比赛。然后第二个看什么？看它的颜色，每一朵的颜色一定要一模一样，要鲜艳，要均匀。第三个看它的对称度，你看它左边一排，右边一排，对称度。难度。有啊，下午把它放好，这边都不开。好，手机号码也可以。还要上面扫吗？照挂个。在呢呀。在哦。哦，在这里。真哦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在撞墙。怎么好玩滑？对，这个。因为链子。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。对啊，这多好啦！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。好，再来一张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哟，跳起来！跳起来！一手放左左右边，左边，前面，脚抬起来。是呀。
什么你对我这样好？我带这张纸来跟大家说谢谢啦。谢谢啦。辛苦啦。啊，大家干杯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啊哈哈！假的嘛，假的嘛，快出来！我们那个电动家具好，加油加油！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，大辛苦了！大家今天辛苦了，来，谢谢大家！有你们参与，还有我们的成长，哦，谢谢大家！以后继续来啊！来来来，帅哥美女，帅哥美女，大家，那个林长老的，那个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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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了。你肯不要，你看到没有？因为你刚讲经验，我讲经验，我们讲经验，我们讲经验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以后记得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了，以后再来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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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斯师傅。每年一定要办，最好是每年办三次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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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今天的早餐，谢谢。一路大家的辛苦了，以后再来哈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谢谢谢谢，以后再来啊，继续哦。建勋大哥来了啊，记者来，建大帅，他说来我就来，好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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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你们，三位师傅，对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高军啊。哎，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。轻轻听，他在轻轻听，我的无人人的我声。轻轻听，我要侧耳听我主声。